说志明，你别说志明，你说志明的话，我会恨不得把头塞在裤裆里的。优酷绝那个不知名的游戏主播，那、啊、游戏解说，啊，这句话听得我舒服多了。这个小木，哎，就这样，一定要这样才开心吗？哎，今天我们玩的是这个死亡尾流啊，就是我们很类似我们的创战记啊，电影当中创战记那种打法，到底有多精彩呢？大家看了就知道了。为什么我是季老子啊？我竟然又是黄色哎！好，还有一个玩家是666，那特别。他吃那个地上的那个闪电那个标记是什么东西啊？闪电标记是加速。哦，完蛋了！这个怎么跳啊？我感觉我要跳啊！还好没有死。你就是一定要撞到，不是，不要撞到别人的墙，也不要撞到自己的墙。你车子后面会出来一个尾流。这个怎么跳？来杀死我之前看到别人可以跳技能，这是发技能，按一键开技能。手柄呢？手柄的话我还没有试过，我就双十一刚买的手柄还没有玩呢。我靠！哎呀！等等，我先换成手柄试试。我怎么消灭他了？哎！我一不小心撞上去了。不明怎么？这个东西是，就是一碰到就炸呀？对，一碰到就炸。碰到自己的也炸，我操！第一次用手柄的感觉有点不习惯了，完蛋了，我都不知道怎么用技能了。哦呦，姐，哎呀，差点撞到。哦，哎，这已经，哎，在什么地方？炸死一个！啊，把666炸死了，可以，很强势。我也很迷茫的往你那边撞。哇塞！我刚才按了什么键啊？我天！我得，我不不行不行！我刚刚那个笑声是不是不符合我的那个？我是不是我帮你逼掉啊？要完蛋了！我按了一个很特别的按键，怎么视野都是起来的了？哎，转不过来了。视野都是从天而降的，这个，那个小木，你可以按下 B 键。啊！完了。对啊，那个。对你那个就是那个上帝视角，不知道键盘上面是什么按键啊！我天，不行，这个有点不习惯。然后我技能都不知道怎么用了。等等，我得切换，我还是用剑术吧，还是剑术好。我去，这他妈不是逗我吧？我以为我这是再见吧。哎，你，还没有死啊？这个666自杀了！我天，你是一定要。即使自杀也不要被我干。好，现在我们比赛进入白热化阶段，都是还剩四条命，没办法，都受了就不为敌，这就比较尴尬了。来下来呀、啊！哎呦喂，差点啊！这给你一场自由啊！这疼吧？哎呀，你要转一圈就好了嘛。好，一个星期表。下一个目标是这个666，这个666刚才干了我好几次啊，我这是复仇。他已经又自杀了，每次都不让我干了。他自杀是扣那个扣生命数吗？对，扣生命数。哎，这复仇在我这儿，那可以。哎，我去，我下海了。哎，我竟然下海了！上帝视角，鼠标右键上帝视角。哦，鼠标右键啊，原来是。对啊，我刚手键点了一下。靠！
我一开上帝视角瞬间被你炸了，这个上帝视角太上帝了，我把你杀了，你又把我杀了，我天，哎呦，哇，千万不要撞到这个墙壁，这个摩托车不能跳吧，能跳，可以跳，能跳，怎么跳啊，跳的话要吃技能才能跳，哦呦，可以，这很强势，这很强势，这很强势，这被我堵在一个角落里面，完了，我的生命数要没有了，不能这样。好了，我这下不放水了，那直接用实力，用实力，我让你实力，哇，好，我也来了。我哎呦喂，你这是宁可哎呦喂，这个车不能停下来是吧，六六炸了，这个车不能停下来是吧，不能停下来，我被六炸了、啊、天哪，哎呦，这他妈要完蛋六六，看这局六六六要赢了，六六六要赢了，一看就知道是老司机啊！就那个有时间限制，有时间限制，完蛋！到了时间以后，谁的剩余的生命数最多，谁就赢。只要我不死，我就赢了。我还跟你干。对啊，所以下局我们要率先干了这个六六六。对，率先刚他。对，刚我没意思。率先怼他，刚他。率先怼小吴，为什么要怼我呢？对，小吴，这个就一点都不公平了呀！你看我刚才这个被六六六虐，对不对？也被你虐，对不对？对，表现棒吗？啥呀？事后来场公平的较量了。哇，我加速有问题！哇，帅气，小木崛起了，我差点被小木干掉。哎呦呦呦呦呦！我后台出现了一个东西，哎呦妈的，把我弹出去了。哎呀，吓得，要把我吓出几滴尿出来。这个集装箱里面是最可话说你们在玩什么？我们在玩尾死亡尾流啊，这个是凳子吧、啊、对啊，凳子的声音，哦，又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了，我操， yes 啊，终于没着急，我还没到家，对，坐在你上线了，你上线的话我们又有新人可以来玩耍了，好，那我先回去，挂了，你还没到家啊，原来。这波你，哎呦，这么好，还好。哦，他是无敌状态吧？刚出生是无敌的。啊，你个贼人！哎，我一看到你们两个人在互相交易了。这啥了？加速！我坐看你们的出生点。好机会！不，我操！不行，我得先干小吴了。小吴他妈的生命数还有那么多，再这样下去要挂了。公平了呀！公平啊！怎么能干我呢？我这么有爱的一名啊玩家，哎呦可以！好，小吴报仇成功。这把好难玩，哎呦！这他妈！哎呀，小木的内心一定是崩溃的，内心一定是崩溃的。看，我就一进入老司机模式啊！哇操，他这个他怎么会算那么准呢？他怎么知道我从这边过来的？你运气好，你肯定是运气好。对啊。你给我等着。我这个别让我逮到你。毕竟玩起你飞车玩这么多年了嘛。哇！帅气啊，好帅气啊，我天，我都进入连杀模式了，你信吗？
哎，都别动了！哎呦，哎呦，你死了没有？我弹起来了，我竟然没有死！我靠，你这个你运气好，你运气好，纯属运气好。运气，运气啊！毕竟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开了，开了！终于可以来一场公平的较量了。这个吴老板，厉害的时候跑完这一盘。不，这个吴老板可以说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了。哟，我怎么又是骚粉啊？啊，我怎么是绿色？我变成橙色的。哎，你又戴上绿帽子了。哎，不对，我好你戴上绿帽子了。哎呀，他怎么这么色的呀？他怎么这么懂我心的了？每次都是这个用我最喜欢的颜色，怪不得你喜欢东莞。那个东莞的事情呢，就不说了。哇，我这个颜色也蛮帅的呀，这什么颜色？紫色。啊，好吧，紫色也是很炫的哈，这不像紫色，这个什么颜色？哦。真是对不起你了，我就这样消灭了他，我干了些什么？哦，你机智！我！哎，差！哇，厉害，厉害，厉害！真是我转了个头，这是他的树啊！哎，这好玩！这张图像是什么？玩来玩去，哇塞！又蛮 interesting 的，跟谁的尾流啊？六买一送一！哦呦喂！真是，干嘛？干嘛？怎么又是这样的？干嘛呀？你叫我干嘛？哎呀！真情！我有救命恩人，救命恩人！邓子，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啊！天哪！我本来要把男子给吞住的，结果发现太快了，撞上去了！救命恩人啊，邓子，谢谢你！哦，撞停了！我天！我墙壁没有力！邓子，谢谢你，我太感谢你了！什么情况？震惊了我的小伙伴，我太感谢你了！我！哦，我就把凳子给中接了，我感谢他。哎，我怎么连杀失败了呀？我差点！你连杀就杀了我，你想干嘛？自杀了，凳子，撞墙就爆炸，这个会啊！你今天对啊，因为这个车是停不下来的，根本停不下来。哎呦喂！对啊，哎呦，靠！差点要被自己的墙壁给干掉了。哇！哎呀！这地形真的好，好那什么？这图不会玩啊！我的天！这个地形太特别了。对啊，这是一个山谷呀、啊。这个好像那个，哎，这里是哪里啊？这个不行，我要以两条命翻牌。是在看电影的地方吗？你可以吗？你们太心机了，我要心机一点。我看到啊，完了！哎呦！哦，我竟然这么强势摧毁了！哇塞，刚才是什么情况？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好吧，我感觉可以放一下慢动作。我觉得你就在那边浪一会儿。我怎么又是赢家？我又掉了！你又掉了！我又被顶掉 VPN 了，我操！震惊了我的小伙伴，我们要换一个 VPN。什么 VPN 啊？需要换一个 VPN。又被顶掉了，我差点就亲到了谁的呀？我也是。哎呦，我看到了，我还以为你要亲到谁？哇！哇，对，就是这样的转角遇到，哎呀，这个是不公平。我要出看来我十年进野飞车玩的还是这个啊，这个不好的，这个增长我开摩托车的经验呢。极品飞摩托车，极品摩托，暴力摩托，极品飞托，飞托，哇！哎呀，这好像没有重生了，还有，你有生命条。好，我印象当中，根据前一集的。反应，我感觉 Night 也很容易会。你们两个夹击我。Night 是比较厉害的。你不是撞我就是撞他。哎，我骂他。所以说我们是否来场？怎么感觉你要撞自己了？对呀、啊。哦呦，我这墙壁上面飞檐走壁啊，都快。等等，这个真的可以在墙壁上面飞檐走壁。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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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呦喂，哇哇，吓到我，差点爆炸了呢。为什么你让掉了，我撞上去了？啥呀，太可怕了你们，太可怕了。哎呀，你怎么能自杀呢？我去，小屋还有你，我居然没有上去，那只有你和我了呀。我小屋自杀，自再来。又要心连心了，哎，砰！哇，哎，差点！激情，哎呀，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但我感觉很有可能可以直接胜利。这个，吴老板自己来，不要唱歌。友军，友军，你要被夹了，我感觉你要砰！哎，什么情况？这以我特殊的技巧吗？哎，对对对，嘿嘿，输了，这么勾了，这撞下墙就输了。对啊，你撞得太快了吧？停下来了，我有8000锤了，一万六。哎呀，就差一点点就七十了。要不然老猫人家不要他妈轻易看出高。猫人家不要了，不行，都打。啊！开黑揍他，开黑揍他，好！猎杀野人，虽然我感觉遇到这种猎杀野人比较困难，他刚才杀你死亡比有3.0，他一看就知道在这个战局当中特别喜欢撕逼。我天，这次我变成骚粉了。死亡比多少？这个杀你死亡比3.几呢？这么高、啊、对呀、啊、我去，哎，也许他不会开车了。看来我们这个看他技术如何，反而上次我遇到那个300多级人是真的会玩，速度根本比不过他，很会玩加速。哎，好像我上次跟300多级人打的时候好像就这张图位。看啊，那个他是橙色是吧，我们先联手干那个橙色。自己人不要打到自己人，杀呀。哎呀，我们这刚开始玩的时候已经那个什么，我们已经有人爆炸了。嗯，那个野人自己死了一下。哦，好的吧。我这怎么都没有显示出来这个人自杀了？对，我也没有看到。哇，差点被小屋。天，看来这个野人不怎么样吧？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他有可能只是喜欢杀人，但是不会飙车，一定是这样。我前面差点被你勾到了，是。哎，我就被一下就炸了。哎，这个直直的往我的墙上撞啊，这么厉害的。那他应该水平应该比较一般吧。好了，我们是不是可以互撕了呢？我开始在我现在一直在撕自己的小尾巴。我去，我除掉了他一个，我这他一定会直直的撞到我这边。那他这个够成功，专业出个老外过来来还是晚一点，不够成功。哇，这不是，我看他那个杀敌比这么高，我从3.几我到现在还掰不到1的震惊。来吧，互相伤害吧。又是我除掉这个人啊，我去。哇，你这速度还挺快啊。完蛋了，完蛋了。哎呀，我去。完蛋。自己把自己绕进去了。强行画地为牢啊。你是真的自己画地为牢，我去。逗我逗我。就是为了逗你吧，你这。哎，怪我了！你这个越车王真会绕了，天！我这为了绕你都自画地为牢了，我天！我
哦哟，大神。我有，休息一下，你以为我崩溃了吗？哦呦，哇塞，你这个，你这个好厉害啊！我刚想从那边穿过去了。好，你把分数给补回来。互相伤害啊！互相伤害啊！哎呀，我去，跳蚤了！跳蚤了，跳蚤啊你！哦，大姐幸好已经起飞了，不然的话这墙就把我给堵住了。一三六，你别动我呀！我们是友军，是强行友军。哎、没有断掉，哎呀！哇、哦、呀、哎！老司机啊，真的老司机啊！好，尝试。什么时候收到的？刚才。哎呀，好像没有开那没有警告的。我去，震惊！我靠，震惊了！我的命已经没有了。我就是要试下，我来听你。第三组来决一死战吧。时间都没有了。哦，对，你们还要决一死战呢。完蛋了，你这画地为牢啊！一三六。我帮你讲，这个绕圈就不能往里面绕，你知道吧？往里面绕就画地为牢了。对啊，画地为牢，好吧？哎，我们难道已经结束了？哎，就一把、啊，就一把。好，我们的车王赢得了首胜。上不当机的以为通宇驾机，不知所在何心。我也下，战术撤退。没好，还有呢。哎，这个是不是要可以投诉吧？这个玩家太少了，对。玩家太少了，能做的话直接开团队死动了。绿帽子肯定强。你说是 Win 吗？嗯。Win 是这个绿人，小绿人。啊好，现在这个游戏是看起来四个人，其实是三个人的对战。怎么又是看起来是四个？什么叫看起来四个人，实际是三个人？那我先把一二三给刷下去。你们三个没我事情啊！我去，你。什么叫没你一事情啊？这个我选择你们三个司机，最后我胜率最高嘛，我赢了呀。可以，好好好，大家注意啊，这个权力击杀这个一二三。不是，这个说好的你们三个人的。这个不可以好吧？这个怎么能这样呢？哦，完蛋了，这个凳子。爆炸了！我把你路都封起来。哦嘞嘞！我好快，真好。啊，果然这个你们三个人能过。我看一下，现在要活最久的其实是凳子。凳子、啊哦。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搞凳子？别搞我。太给力了，现在有点经验了。对啊，玩多了以后就有经验了，好吧？就是一本正经的混。怎么敌人都在对面呢？哦，我卡在一个角落里了。哎、强势刺杀呀，这个是。哎，我卡在一个角落里了，太尴尬了，这个。哎呀！哎，怎么就？Win 竟然没有炸、哎、我倒是炸了，我天， Win 是怎么做到的？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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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么喜欢跳哦嘞那个害怕哦嘞嘞害怕害怕这个一二三啊没事你们玩不用管我我得找个机会干这个一二三了啊没事你们玩不用管我差点就炸了天哪我还想说我差点就炸了呢没事你们玩不用管我我看到你了我吓死我了啊你们三个在这边玩啊哎呦这次开起来好怎么能这样呢哦呦哦呦哎呀我竟然撞到一二三的这堵墙了我一二三给炸了强力毒跟他搞事情是吧哇这已经干掉刘毅了跟他搞事情啊我跟你讲哎呦哎不行、这个、不干掉你就是我们输这个车王曾经的车王现在怎么就这么低调了呢把一二三给弄了为什么呢因为喂哎呦喂差一点点我差一点点、哦、还好他没了这个一二三真是这个好死不如赖活着啊、哦、我天对有个东西叫做狗我好像我生命数还是最低的我开始慌了拜拜什么这是的狗狗啊finally 喂这个邓老板生命数最高的呀搞我干嘛这是这个没办法呀你们刚才是并列的呀这个干掉一个嘛就总会有这个那接下来开始怼邓老板了开始互怼喽哎是发现我变得快了哇你的杀人数生命数高了哦哦呦哦呦真厉害真厉害哇也速度好快啊我竟然没有追上你完蛋了完蛋了、哎、这次凳子要称王了呀我得把小屋弄掉这个你看吴老板这个你们当初说好的合作现在邓老板要搞你了没办法我只能先把你哎呦你这个还转圈圈我的小屋的圈圈好可怕哇哎呀哎我就想这干掉一二三的怎么凳子死掉了我冲进去了这个没办法咱的这个技术在这我跟你讲技术在这是吧可以很强势狗哎终于哎但是我还是最那个的呀你看我转了几圈才死邓老板都已经死了一次了可惜我已经我还是那什么不、哦、可惜我还并没有哎我暂未具备进入殊死战资格哎只能看你们两个了跑啊看你们两个了好我现在镜头是凳子的殊死战了殊死赛了邓老板狗啊哦呦哎强势强势的这个就是看谁速度快嘛这小吴怎么死了呀被对啊我因为我只有一条生命你们两个各有两条生命啊比你多是吧对啊你看、哎、这个很强势这个就是狗吗狗狗来来来来来来来啊这个 Win 在默默的看着我们强行续一秒续一秒然后这个续一秒是什么意思呀我看到哔哩哔哩里面很多弹幕都是加一秒对啊我为长者续一秒续命吗对啊哦好的吧这很续命刘邓老板你好我一点都不好妈你刚刚拿了第一名还不好我选择远离战场哎呦喂各大高手都把这路给封住了这个我选择先去吃点道具然后再跟你们玩吧道具呢可以这很强势喂怎么没道具的了所以你就等着跪吧
哎呦，真是，真是有趣啊！你看，这个一看一看就是我去，为什么也自杀了？这个叫画地为牢。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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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道具啊，这是。我这要撞到凳子了呀！哇，差点，这急撞，差点撞墙而亡，好吧。又看到上面有个道具。哇！哦 ，Win 干掉了凳子 ，Win 开始崛起了。虽然 Win 现在不说话，这个强行神秘人。你看这图很适合，完全很适合这个 bug。哇！闻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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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的彩色的呀？好吧，彩色的呀，哥。不是，粉红色，粉红色。哎，小吴还没死啊！竟然没有解决，那是，咱是谁？我为长者虚一秒。可以可以。哎呀，算了，不决定不跟你刚了，我就太危险了。我上桥了，你刚啊？就是啊，所以嘛。有本事，哎呦喂，刚我呀！啊啊！哎呀，我要腻了，怎么跳不起来？谁的脸被打了？我都没有想要干你。不，我刚刚用道具吃了个跳跃，然后玩一跳了，他怎么跳起来？差一点，幸好我还有一个跳跃技能，我天！我刚刚按E没跳啊，难道E被我按坏了吗？E被我按坏了。我看一二三是怎么玩的？其实，哎，好像刚估计已经。一个逃出我的这个地方，好，我看到了目标。显然，我从你旁边溜了。哎呦，真会，真会跑啊！你这，哎，不对，我发现这个吴老板现在一次没死啊。对呀、啊，谁把他弄了？是不是应该搞他去了？对，没错。你怎么还不死的啦？这个一二三，啊，终于死了。但是我是自杀，这个应该不算你的杀人数。哎，完蛋了！哦哟，凳子、啊，好久没有看到凳子，瞬间出现，吓我一大跳。吓我一跳，哥，我操！准备想围我？哇、哦！你看这个凳子复活，这个也很厉害的，好吧？吓我一跳，对不对？又有某人观看比赛了。为什么又是Win？啊！哦呦哎，凳子会玩。钱啊，聪明！哇、哦，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这谁的呀？这一二三的呀？来抓、啊！差点被一二三给弄了。相互伤害啊！哎，才不要！互相伤害啊！撞我呀！看来我要跟这个小吴玩持久战了，我感觉。这个凳子一看就知道是高手。是上次吸取了教训，没办法。好呀。你怎么哦？哎，你怎么每次都是自杀的啦？我天。反正没让你拿到人头就行了嘛。好的吧。哎，反正能让我多活久一点也就可以了。我感觉待会儿要跟这个凳子要殊死战了呀！你怎么又自杀来了？我天！我把一二三的路给封了。每次这个时候都自杀是什么情况？不是这个大老板把我逼到了哇！你怎么穿越我的？我加速了呀！我天！我刚才显示是我们同时就撞到摩托车以后互相撞的。哎呦喂！我去！哎呀，我不服，我不服，怎么最后怎么连续两次的了？我天！哎呀，太给力！只有八千块钱，两万八。哎，这个凳子这个家具店老司机啊！哎，好了，我下了。好的吧，拜拜。哎，都跑了，拜拜。